真的。这个他看不懂，这个看不太懂规则。哦，不叫。有吗？有进吗？没有进哎。他们不是给换人吗？那个弟弟给那个弟弟打。有点长，因为这个很快就结束。那弟弟这样怎么打？打累累哪里？他不要打。王晨，加油！你真的很有啦啦队。是你教的？谁跌的？谁跌的？小小的。小小的地方在还好吗？
我们好。谁？那七号？那个小朋友。哦。嗨嗨。啊，刚才两分不算。你说只能喂？因为他不能自己走，他要先传。规定是不是？好，那没办法。哦，我都拍照。进来一点，你们不要在那边了，这样他们抢球会撞到，去旁边一点。上去，上去接，上去接应。再来，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 再来。对，啊，继续。他们蓝色的，可以蓝。这运动方面先到这里开始。他们没有用我的战术，哎，下去下去，啊，他们的他们的，哎呀，差一点点，下去下去 ，OK。真能出来哦！嗯，喂，来来来，我们教练。哦。运到三分线外，运球，运球。直接运球。谢谢。没得分，直接运到三分线外。最后了，这里就最后了。不用发球，这时间该快到了。不，他们最后一场了。对、糟糕，没有破蛋。还是零分。
闪男被揍到。很可爱，时间到了，还是没获得，没关系啦。